你们有听过神伟的进行曲吗？进行曲是什么呢？就是指士兵在步行时可以搭配的曲目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这样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停了停了，换你来介绍这首曲子吧。这首曲子是由韩德尔创作的《西比奥难》出来的音乐，曾被很多音乐家以不同形式做改编哦。丹姆斯·库尔诺把这首曲子改编为管乐团版本，显现管乐的独特性与不同的音乐色彩哦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雄伟的进行曲吧。谢谢我们预备团的同学带来第三首曲子。你有没有发现后面好忙碌？他们在忙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好，最后面他们的打击呢，因为他们每一首曲子呢，会有的时候这一首曲子是打小鼓，这一首可能就打三角铁，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打木琴等等，所以后面很忙碌。所以在每一首曲子在换手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一直去做换位置的动作，那也让呢在吹奏的同学们他有一稍微休息喘口气的一个机会。那其实呢，在场呢，我们非常要先感谢常年耕耘在安坑国小预备团的资深家长，我们的云宽妈妈在吗？好，来挥挥手，来，这个也是来，我们到镜头前面一下，真的，哎，这个要好好介绍，来，进来，来，进来，再进来，再进，好，很蒙面了一半，好好。好，不能加资深，好，我们的美少女，好 ，OK。那因为我们很感谢我们的那个云宽妈妈，她其实我们合作非常多年了，从我刚来安坑国小到现在，从小孩子已经最大的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哈，她其实都常年耕耘在乐团里面，然后陪伴这些小朋友一起成长。那其实小朋友从不会到会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一步一步一脚印的一个过程。然后你去看到他们的谱啊，你会很感动，因为他们打击的这个谱，小小孩一年级、二年级的孩子们呢，他们其实很多的东西旋律其实是没有概念的，许多东西符号都是要用图像化，所以我就看到宽妈、云宽妈妈、富美老师，他还有我们的打击杨老师，他用图像的方式，就用画三角铁、画棒子，然后呢在上面加很多的荧光的颜色。然后呢，去帮孩子去算拍子，所以你看到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孩子，他能够在这样子的一场演出，可以非常完整的表现出来，是归功于这些妈妈们还有老师们在后面一点一滴的付出跟耕耘。所以在此呢，我们用大家大热烈的双手呢，谢谢宽妈，好，还有我们的富美老师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
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第四首曲子咯。